我是谁？我是班长。干嘛讲什么了不起啊？哎，我小学每一年都当班长。哎呀，压死妈呀！赶快，赶快动手，活来保活来不及。还有一次，我是快点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快点！快一点！快一点啊！走啊！走走走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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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呀，我快点啊！我快点！这把年纪还没送去关，紧，兵都当到哪里去了？快点！速度快啊！快啊！再不快一点，等一下就倒大霉了啊！ 这兵都要踢笑了，有躁郁症。嗯，像我也是。拿这么多废话，沈天兵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倒大霉了。今晚来讲话，现在开始，福利你在预备。哎，那你他叫你福利，他司令，你叫福利你在预备。谁呀？沈天兵，沈天兵就好。司令不用我。我是啊。福利在预备，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啊。OK。 不标准的，当兵啊，合理要求是训练，不合理要求是磨练，听到没有？你快点啊，快不行了，快点，快不行了，快点，中文准，中文准，上，七，中文准，上，七，上周看齐啊！哦，不是，我你不要，你不要叫我看齐啊！ 两个长得一样的，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在这边跟你们说明一下，待会呢，你会搭幺洞四五的飞机，也就是十点四十五的飞机。幺洞四五，叫金门，展开两天一夜的行程。注意，到了那边之后呢，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女士兵跟你们做接洽。女士兵，地陪，叶子妹，叶子妹，不要乱讲。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就准备出发，不进解散，解散。哎，等一下，放两下。那班长，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？哦，是这样子。 因为班长还有其他的通告要赶，我要去模仿罗百吉唱苏伟在哪里，苏伟在哪里，苏伟在哪里，切苏伟苏，哎，这班长也是乱七八糟的，你不去，我不去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任务要交给你，交给我。接下来两天一夜的行程，嗯，将会由你来执行，来领导他们，来手伸出来，两只手伸出来，那这样子，接执行杆。 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爸爸，所以我们去金门都听沈大哥了，是吧？是，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班长，所以可以不用再听我的了。啊，是，他不是班长，先踹他的班长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是你的苏伟，你看吧，哎，交给我的，我就是班长了。没想到我们节目还是不能够没有你的，不行的嘛，我是班长了，怎么办？金兵上头颅。 福利挺身，预备。啊，我是班长。坐坐坐，哎，哎，哎呀，不行啦，不行，他要吃维骨力，不要这样。哎，我烟，骨力背了起来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先收起来，不然到机场吓死了。到金门，到金门再背起来，好不好？走，我们赶快先 check in 好了。哎，哪边啊？
这边。兵要报道吗？是啊，搞女兵歪了，搞什么东西？报告班长，我是新兵辉尼。你穿这个军服配的什么鞋子？好，交互蹲跳200下，预备开始。金门的看护，你叫他交互蹲跳，他没力量了，他怎么看护我？对，好吧，你这两天的职责。就是当盛大哥的看护，跟你讲啊，盛大哥在我们团里面呢，地位等同于将军。是，事实上，他爸爸也是将军。哦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好好看我，要小心一点。那你就这几天就站在他旁边好了。对，看好他，看好他。哎，对。执行官，我们来到金门了。刚才飞机上也没有吃东西，是要带我们去吃点什么？当然了。哎，我刚刚在飞机上查过资料了。是啊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我们第一站呢，就去金门老街吃吃喝喝。真的。金门，我要用军法严办你们。哎，已经不是执行官了，你已经不是了，这是政变。不是，正常事。大哥，哎，关若英，你看到你阿妈不？没礼貌，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他？没有礼貌，没礼貌。真的是，你抢我的执行带要干嘛啦？我现在做执行官，你说做就做，那我算什么？对呀，门第一站要干什么？要干什么？吃东西啊！金门搞两酒，金门超领导，你是酒鬼，少啰嗦，走，你是 county 啊，少啰嗦，什么派系啊？听我的，好了，那走了，搞两酒。金门好地方 ，OK 的吗？刚来就要喝高粱酒，那没办法。金门呐、这么好的地方，一来呀、当然先喝它最好的东西，空气都空气都弥漫的那个酒香。哎，大哥，你喝醉会怎样？哎呀，我喝醉酒的经验太多了。喝醉酒我播新闻，这是什么样子啊？你有摇头晃脑啊？你有喝醉酒播新闻？哎，有啊。我会讲错吗？我也不记得，好像并没有讲。我听宪哥讲，那个喝醉酒啊，然后想说，哎呀，这个车开不回去了，那从北京好啊，对呀，啊，找个停车格停啊，然后呢，哎，停，哎，好大的一个车格就停了啊，然后就开的就睡着了，醒来又不得了了，我四面八方喇叭声叭叭叭，然后警察来敲车门啊，然后宪哥说，我停在格子里面啊，然后警察说，你停在格子里面。你停在格子里面，你停的这个地方是机车待转区，难怪那格那么大。董哥啊，那小董啊，小董也常喝醉啊，他也是喝醉回家啊，然后那个半夜也是惊醒啊，然后他老婆吓一跳，想要干嘛？结果呢，他也是，哎，我要赶快走，不然我老婆会生气。然后董哥喝醉酒的时候，你移动不了他。啊，只有一句关键话。那董哥，你干什么？我喝醉啦！那董哥换包厢了。哦，好。哎，到了。到了金门酒厂。哦。哇，好久。你看看，原来哇，这边好多酒哦。哎，对啊。哇，你们两个，哎，干嘛？刚找两个配车过来。啊，找两推车，你想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推车。哇！金门小吃太美味，天兵都想流眼泪。你看他那个侧面，真的好好吃哦。完全那个层次，你看，哇塞，你看那个层次，天哪！他们有特别强调说，这个是用金门的特产啊，解鹅啊，10颗，啊，10颗跟我们台湾一般的那种鹅啊不一样哦。而且这个一个才20块。哦，好扎实。顶级托岛林，这好像很六品哎。停不下来，我要干爹，到了，金门酒厂哦，哇，好久，你看看，原来哇，这边好多酒哦，对啊，你们两个，哎，干嘛？
帮找两个推车过来。啊，找两推车过来。推车，你想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推车。扫货。哎，你不要管。三哥，不要这样。我们商量一下，因为我们预算也有限。嗯，对。这样子好了，就是。扫货的事情呢，你下次自己再来扫。你也知道，你看我们每一集，你拿那么多钱走，我们也难得。你又要拿又要 A， 你又要拿又要 A， 又要拿免钱的，这不行啊。我们去试喝就好，先试，就试喝。好哎，去试喝，去看一下有没有让你试喝的。对。我这边好多瓶子，好漂亮哦。大哥，好，都帮你准备好了。来，试喝。试喝。对呀。连杯子都冰，它杯子也是冰的。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干了，一口干。高粱就是要一口干，这个高粱的味道太浓郁了，而且各位大家想说高粱酒喝下去，嘴巴都有感觉会呛辣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这个是冰镇处理过的，对，是不呛辣，那个酒的那个呛味没了。大哥，干杯啦！干杯！来，等下多买点啊。哦。你们两个人猜拳，输的喝一杯，来我们就对干，输的喝一杯，把这边结束为止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来当裁判，可怕喽！哇，精彩！来，输的喝一杯哦，哈！疯狂黑白线，沈玉琳 VS 盛大哥，一二三，开始！黑白线，染上你的配。输了，好，三哥玩大一点，一次三杯。好，一二三，开始。黑白切，男生女生配。快点，你出招，快啊！男生女生配。好，没中。黑白切。哇，男生女生配。他中了，他到底在干嘛？他配那边，哇，三杯是你说的，啊，恨不得想喝的，哎，可不可以啊？还是这回把这一把，因为我一直输，我不甘愿的。哎，这样好了，我要这样刚好是一人一边了，好不好？一人一边，输了就一边。OK， 2468，输了干掉结束回家。好，黑白切。其实我也想喝。我们好好挑一下。哦。哟，这个多少钱？12200块。嗯。好，买了。哎，不要，我们没有那个预算了。大哥，你这个，对，这应该够吧？你负责抬，这个好重，小心不要打破。哎，这一坛回去应该没有，喝半年不是问题。对，这打开里面一定超香。哇，这是以前的那个在酿酒的地方，酒窖哦。这个在隧道里面。好酷，坑洞里面啊，然后那个温度最刚好哦，好酷，对呀，行，那我们好，那我们买单了好不好？我们买单了，买单了。哎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买单之前问你一下哦，是这个可以装三个人的，可以吧？装三个人不止啊，好不止，全家可以啦。OK。盛大哥，你祖籍故乡在哪里？我帮你背回去。国外，你数不清了吗？哎，还是要面对现实啊。对，帮我们算一下多少钱，就照实讲。嗯，总共9万8。9万8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1万，随便都1万。我们旅费才那一点，哎。对啊。算了，大哥，我们今天还有明天，对不对？哎，拿回去放哪里？对，我们先请问一下。你不拿过去，我俩没有明天。给他问。那请问你试喝到几点啊？试喝到几点？试喝到5点。那我绰绰有余。逛一下5点再来试。拿回去放。来，哎，拍手，不好意思，误会一场，误会一场，来了，5点再来试喝。哎，有这种客人？什么东西？一样都没买。有这种客人吗？
继续试喝。这个酒喝的肚子也饿了，刚刚一直说要去老街，我们去金门老街吃饼，什么饼？烧饼。烧饼，真的是烧饼，厉害厉害。辉，你今天第一次跟我们出来玩，有没有觉得他很像一个人？谁？像林依晨。有有吗？有一点像，这样，所以人称台南林依晨。哦，你是台南人，台南人啊。阿彦君，你呢？你很不成。安康郭富城怎么样？我最名副其实的。其实你有点像李富城，你的大头啊。那我是嘉义彭于晏这个。谁说的？坊间都这么说。哪个坊间？坊间就是我了。他自己讲，盛大哥住在大安区，人称大安富达人。你看这样看他不好吗？不是，也没什么好不好，为什么？也是东西，老街嘛。注意，你都要回城。你气笑了。我执行官，新兵上祖鲁，俯卧撑，20下。哇，这斜坡哎，很硬啊。这斜坡。好了，各位，注意啦。哎，是。烧饼店就在前方。有。小跑步急行军，往烧饼店前进。是。开始。这里的，来，好香哦！老板，哇，好香哦！哇，全部手工的，哇，这个烧饼味好香哦，感觉很香哎呀！哎，老板娘，不好意思哦，因为我们预算有限，有可以试吃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给你们试。好吃，可以试吃，这么好啊！哎，一人一盒，试吃，一人一盒，一人一盒。我们在哪儿吃啊？就门口吃啊，在哪都吃嘛，对不对？天啊！对啊，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，可以吃，可以吃。大寡妇呀！嗯，好酥内软。我觉得阿斌哥知道这东西很幸福。对呀，好好吃的。嗯，而且它好多好多层次在里面。现在天气有点凉，有没有？吃这个热热的烧饼，好舒服。大哥，你喜欢这味道吧？刚喝过高粱酒，来吃烧饼特别合适，真的。你看它那个葱油面，真的好好吃哦！完全那个层次，有没有看到？哇塞，你看那个层次，天哪！然后里面那个甜的那种感觉，有点像太阳饼。比起来的话呢，它没有太阳饼那么甜。对，它这个甜度呢，应该是现代人会喜欢的。是，但他们两个饼界的东邪西毒啊！哎，他们在这边已经好几年了。杨过小龙女。对呀对呀，神雕侠侣啊！谢谢老板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好好吃哦。哎呀，接下来吃什么？哎，我跟你讲，还有什么？他们都说来金门一定要吃老街的蛋卷，手工蛋卷，女生的最爱。找一下，找一下，在哪里？然后在前面而已。在前面呢，因为这老街好像也没有很少。威廉胜啊，吃不到蛋卷，还有比蛋卷更好吃的。金门十大推荐美食。你一直在那边蛋卷，这个比较好。你一直在那边蛋卷。
气死人！我不演了，不要打我！不要气死人！不能打好他！刚刚很痛。对哦，对啊，那边。一袋二个，一袋二个，那我们吃。阿刚不好吃。吃看卖，啊，吃来来歹吃嘞。哎，你拍你拍嘉宾集啊！来金门一定要吃这个鹅杯啊！是不是？哎呀，啊，你知道隔壁蛋卷几点开吗？六点多啦！啊，六点多啊！啊，那你这时间跟你困中岛。好了，谢谢。6点多起来啊！哦。啊，领导刚午赢的蛋卷，你起码刚午。我看见没？安尼哦，嘿，安尼哦，阿伯鹅杯先卖。你讲，一只包蛋卷，我拿咩啦？你讲蛋卷对一项较好食，啊，你阿要拣一项嘞？没事，对啦，都没事啊。好啦好啦，大家都以为来这边有没有蛋卷很好吃，其实更好吃的是他们的鹅堆啦。啊，对，鹅堆也很好吃，好不好？下午茶如果蛋卷没开的话，来吃鹅堆也不错。这个都很好吃啊。谢谢，来来来，热热吃，快快好。哎，老板娘，你头毛是比乔林还嫩。恭喜。饮料真好喝，哎，你这头好看吼，那叫我收嘿，对啊，来来来，好香哦，鹅堆，他特别强调说不要加酱，他说已经把味调得很好，那就是要吃原味的意思，对，是热腾腾的，吃原味是一个考验哎，来来来，好，还没吃到鹅啊，但这个皮很脆，脆脆的，嗯，哎，里面的菜好多，对，它有那种蔬菜的香味很浓哎，啊。他们有特别强调说，这个是用金门的特产啊，解鹅啊，十颗，好，十颗跟我们台湾一般的那种鹅啊不一样哦。它所谓的解鹅啊，是那个啦，那个鹅啊是长在那个石柱上面。哦，哎，这边就有了，哪里？哎，有嘞，大家吃到哎，嘿嘿，就是鹅啊了，哎。你算好运的呢，有的人在那边吃了十年，吃不到一颗鹅啊！哎，没想到被你吃到了，你不能乱讲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那鹅啊，吃起来后比较 Q 弹一点，而且水嫩的感觉，而且它那个鹅啊吃起来之后，再配上旁边的那个青菜那种鲜甜的味道，有没有？青菜那清香，再配上那鹅啊有点那种海鲜的鲜味，其实很舒服的。我是欣赏它脆的，旁边炸的酥酥的，对，我是欣赏这个。而且这个一个才25块，哎，吃着吃着真的是哦，突然好想吃蛋卷，就还没来，开玩笑的，那这样，老板谢谢哦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还有什么吃的？我跟你讲，再吃，你问对了。你知道这个金门哦，金门一直都比较缺水，所以他们那个土呢叫做红刺土，安恰头，安恰头呢它就适合生长那个蚵仔啦、番薯啦、头刀啦，他们这里的花生汤一绝呀，不得了！来金门不喝花生汤，就好比去嘉义没吃鸡肉饭，那可不行啊。对，那一定要如何？对呀对呀，哎，有一段距离哦，啊，可能要跑步一下哦，好，要跑，预备，跑。你洗，对不起，班长，对不起，到了吗？到了，你不是很远吗？花生汤，鹅堆，跟那个蛋卷，号称金门的金三角。哦，这三个，这三家店就是金三角，美食金三角，美食金三角，对呀对呀。老板你好，哎，老板来啊，台币的家，好的好。我打专金门上好诶。嗯，没啊，有啊，有啊，啊，你好温暖哇，好不好？我来，两个人情话是吧？哎呀哎呀哎呀，真的，你们出来搞吗？搞啊搞啊，来，我们土林哦，哎，这土林有什么特别？金门都土壤，这边又是红土，啊，大头，啊，土林看瞬间，啊，山，生米，哎，生啦，生酸，你写一下共鸣啊，生米。桑米，对对对，好，来来来，啊，我跟你一碗就好了。OK， 老街太多好吃的，来，哦，好扎实，顶级托岛林，真的，哦，它可以吃得到那个花生的脆脆的感觉呢，它没有说完全的米的感觉，有点脆脆的感觉，是软，但是有一点嚼劲，而且他这个店呢，平常生意很好，有时候排队的，真的。对呀，是因为我们要来，运气非常好。对呀，而且他们那个花生汤，那个汤头喝起来不会说很死甜。哎，这跟鬼鬼你啊，他我两个比，那长比，他们比你更加老。哇，我第二代了，你第二代，第二代啊！哇，哇塞，老詹你，这汤一直没有停哎。
停不下来。而且你看冬天怎么喝这个？冬天你喝这个，哇，对，很舒服，温暖在心头啊。嗯，甜在心，暖在心，真的，对，好喝好喝 ，good good。啊，喝了酒之后啊，对，吃的东西都好吃，烧饼、鹅蛋，然后花生汤，花生汤。哎，快五点了，要再回去试喝了。来金门呢？一定要去参观那个地方。金门不是有那个酸痛贴布吗？一条根有没有？要多少人来金门哦，都一定要带那个回去的，那是必带的伴手礼。真的假的？一条根，我跟你讲，大家都酸痛了，对不对？弄弄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有一首军歌有没有？你会唱？自己的身体自己揪，自己的酸痛自己擦。预备，三点钟方向 ，Go。顺哥刚才是小喝是吧？怎么有点酒香味啊？我跟你讲，顺哥是从早上6点就在喝，把那个酒当豆浆喝。哦，太会呀！教我们做那个一条跟狗皮药膏 ，OK 吗？啊，现在啊，现在要办可以啊，还寡妇哦，可以，还寡妇还行，贵家也在。但是一做一条跟那个药狗皮药膏的时候，要一些事先的一个手续啊，准备一些药材。那我们先进去认识一下，来。像不像？可是猪八戒。我们军人应该是要拿枪才对，怎么会拿锄头呢？是啊，顺哥，老顺，来，我拿锄头要干嘛？我们拿锄头，其实在金门有一个国宝，我们在金门有一个国宝叫一条根，我们用这个锄头。金门的国宝不就是顺哥你本人的吗？不行，一条根到底是什么？对啊，一条根它是一种草本植物，嗯，现在很多一条根它演变成很多一个生技产品，那药膏啦、药膏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一些现成产品之后，我们要回归到以前就是怎么样挖一条根的。啊，它是真的一条根，为什么不是六条根？对啊，它是一根一条主根，因为它是一条主根下来。我有时候条根不是我们在喝汤才用的条根吗？那我们就来挖吧。来挖吧，来我发一下功底给大家。一条根的学名我们叫阔叶大豆。阔叶大豆。对，因为它的叶子都会比较大。哦。它就一条根就是三个叶子。哦，三条叶子。对对对对。哦，这样子就一条的。对对对。然后一条根的根茎花叶它都可以入药。那这个就是一条根。这一条没有，它是一条根的一个茎。跟挖，它的根在里面。哦，挖根在里面，在里面要挖。对。那你先示范挖一次给我们看。通常我们挖一条根的时候，都会用这旁边这个四个铲子。是。一条根它的一个主根是在地底下，很深是不是？对，怕把它挖断掉。哦。所以旁边要先把土松一松。哦。哎，这样松一松。哎，这是红土哎。对，这边红土。来。哎，这好难挖哦。真的很难挖。你以为是执行官了？挖啦！我带这个就在监督你挖的，挖啦！一条根舞蹈大赛，威廉神武力全开。挖这个太劳累，你要像我们采茶不是要唱采茶歌吗？对啊，那挖这个你要配合唱歌，才不会这么累。滚啊滚，滚啊滚，哎，你把你滚滚，你陕西呀，快挖啦！威廉神口无遮拦，老君内幕大公开。那一场道军活动的卡斯谁？总会遇到好，但那是一个很快的回忆。刚开始就是一条根，它是一条根的一个茎跟花，它的根在里面。哦，根在里面，根在里面，要挖。对。那你先示范挖一次给我们。通常我们挖一条根的时候，都会用这旁边这个四个铲子，因为一条根它的一个主根是在地底下，很深是不是？对，怕把它挖断掉。哦。所以旁边要先把土松一松。哦。哎，这样松一松。哎，这是红土哎。对，这边红土来。那要分工一下，你负责。来，我拉起来，我拉起来。拔萝卜的感觉。旁边的土要先松一下，慢慢挖。松一下。不要把根头挖断哦。根头，有没有看到根头了？有没有？根断掉是不是？慢慢挖一下。哦。还是要挖深一点点，要再挖深。这可以拔吗？不行拔。要挖，要挖。还不能拔，会断是不是？哦。所以根很容易。哦。主根了。长这样子。啊。所以我们做草药是用这根。对，用这个草药做的时候还要。
泡制法，晒干之后再泡制。所以叶子就不用了，叶子我们用来泡茶。哦，它的根是主治酸痛，酸痛。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现制的一个现成的一个产品。啊，根可以吃，根可以吃啊，可以吃，可以吃。泡药药酒啊，先咬一口，泡茶都可以。传说中的一条根，就是长得真的是一条根。我是第一次一条主根，第一次看到哎。那它旁边的呢？它旁边没有主根。真的吗？对对对。哦，是哦，来，挖，那这个你拿，可以全部挖完吗？可以啊，你们挖完，真的没？是哪里有根？他不帮你挖完，因为他剩下也没几颗。你们要找出那个根头，根头怎么找啊？哦，这个先拉起来是。哦，那我怎么知道金门有这个？因为金门有番茄是又粗老多，所以台湾找不到这个吗？台湾找不到。这个算不算？哎呦，哎，这个好难挖哦。真的很难挖。你以为是执行官了？挖了！我带这个就在监督你挖的，挖了！对，我跟你讲，挖哦，挖这个太劳累。你要像我们采茶，不是要唱采茶歌吗？对啊。那挖这个你要配合唱歌哦，才不会这么累。滚啊滚，滚啊滚，哎，你把你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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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陕西呀，快点挖了。没，我们来看盛大哥模仿陕西。来，大哥来。你爪在后面一点啊，那对，在耳朵这边，耳朵这边，对，耳朵这边，好可爱哦。到底要不要挖啦？是你到底要不要挖啦？你那讲话时间比挖的时间还久。你来，这超深的耶，陕西的。这个土真的好硬耶。多久可以长成这样？现在是两年半的时间。啊，哎呦，那这可以卖多少钱？现在一斤的话，市售价大概一万多人民币。一斤1500啊，给它晒干哦。那比猪肉还贵。对，真的很贵，所以又进门一条根。胜过好多高级吃，真的哦！他妈半夜被人家偷挖，不就盗采吗？希望他们挖一挖没关系，把金门一条给带回家。真的吗？哇塞，这么好！哎，那你真的好心人。我们小时候去偷挖邻居的番薯，哎，那个邻居拿菜刀追杀我们。没有来，那偷挖归偷挖，还是要看你。你偷挖，所以这个还要晒干嘛，对不对？那你里面有晒干的吗？有晒干。好啊，哎，那我们就来，那我们直接去看一下。对呀，对呀。OK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顺哥不打了，顺哥很好聊。老板跑哪去了？顺哥，顺哥。先生，你好，不是，接下来就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要炖鸡哦。没有，等一下我们要做那个最后一条根的狗皮药膏，是必备的一些中药材。简单的狗皮药膏，原来要搞那么多东西。是，要加很多东西，还要麻油下去煮。麻油，麻油啊！平常我们都拿来贴，对不对？不晓得说原来一块狗皮药膏富含这么多珍贵的。真的，这就一条根了。一条，其实做一条根的药膏真的是非常的一个步骤，非常的复杂。是，那是去掉。干嘛？是什么啊？我等一下做成药膏的一个这个的一个已经做好的药膏，这怎么好像柏油啊？这柏油有点像哈。对，沥青。这个做成药膏的。是是是是，那我们来，坐，来，我在这里，就这里拿哦。教大家做一下东西。所以这是什么弄出来的？这个就是我们用一些中药材用熬出来的，熬出来。好像在围炉哦，没那么容易哎。哎，这羞羞呢？你们是第五代的嘛，对不对？第五代。所以你们家小时候大家都像围着这样做狗皮药膏。其实我都本身也学到这些东西经验，哎，我们就传承下来。我在那边弄的时候，阿辉边涮牛肉嘛。不，这好像芝麻糊。我在想，这好像芝麻糊。像其实这种放在中间的狗皮膏药啊，膏药。以前阿斌哥很多年酸痛啊，是啊，头伤到啊。他现在这片今天不都很酸痛？所以现在这个黑黑的像柏油的东西，就是从那些东西淬炼出来的，再加麻油，再加麻油，但是算煎出来的熬。对对，熬出来，熬出来的。哦，啊，为什么叫狗皮不叫猫皮或是猪皮？因为以前的人都是用一些狗的熬皮，我们死在以前金门的战地，很多狗都死掉了嘛，他就用那狗的皮。真的假的？哦，你说以前没有这种布，就用狗的皮，用哎呀，这个是狗的皮哦，就是这块布以前就是狗的皮，对对对。那为什么要牺牲狗？为什么不用人皮？那以前这是因为牺牲人啊，牺牲人啊。不用破衣服就好了。对啊，那时候是狗，那因为狗它本身的狗皮，它有一个疗效的作用。哦，那些狗是已经本来就死了，对不对？不然大家都来做好了，来，你做一个，做一下。哦，还不容易嘞，真的不简单。哎呦，哎，这个还热热的呢，热热贴比较有用啊。热热贴比较有用啊。它一定要配温开水吗？这没喝温开水，咳嗽 out。一定要配温开水。口水，这不容易耶，就太黏，好凶，很难化圆。
好像麦芽糖的粘度哦。这功夫啊！我讲这真的是功夫，你看我们弄半天，结果弄出来也是这样丑丑的。你的好俊哦！对呀，丑丑这样子，什么样能做什么样的料？看你弄成什么样子，你看，哎，你想在狗那个鸟屎？也不能讲好听的话嘛。你用的好好，你看他用的跟，你看顺哥用跟我们用差不多。那技巧是什么？看老生在搞什么？是，你以为你在包馄饨呢？你在包馄饨，你在包馄饨。老，你要不要？再给你贴哦。我们要帮我们观众朋友谋一点福利啦。你这边不是有一些那个一条线的灯笔？有。哎，我们带一球球啊，好，球球回家送我们。去逛一下超市，好，来，逛一下一条跟超市。哎，真的好有趣哦。哎，一条跟可以制成这么多不同的这种，是啊，成品都要高，差的。所以说，如果说那种酸痛、那种身体酸痛、中暑啊，也可以，可以用这个来刮痧啦。哦，还有这种跑步啊、运动伤害，可以用这个来贴都可以。这都是标准的土方，所以堪称金门之宝。是，对啊，金门有三宝，哪三宝？皮蛋豆腐一条根五道口。什么？真的啊？那我们就拿一点哦，不是我们自己要的哦，对啊，要送给观众的。一些，那就拿了。好，来。喂，快，是大哥，快，走。谢谢啊！快了，各位朋友，如果你们要的话，还有面膜，拜拜。我带你们去吃一家啊，几乎只有金门才吃得到的，而且就算在金门，也要到晚上才吃得到的。先卖个关子，你以前有来过金门吗？我20年前。办过几乎是金门史上最盛大的一场绕军活动。那一场绕军活动的卡司有谁呢？郭富城哦，啊，刘德华，哎不啊，钟沛，刘德华，啊，万梓良，二十唱歌啊，哎，万梓良那时候他出一个歌叫做《这是一个好所在》，这是一个好所在，无烦恼嘛真实在。但那一次是万梓良不愉快的回忆。为什么？我们那时候有帮每个大牌安排一个出场的排场，郭富城就坐那个汽车，旁边还有宪兵骑摩托车护卫这样子。哦。然后那个周慧敏啊，那蛙人的橡军中情人呢，谁受得了？对，给橡皮筋，然后蛙人扛个扶着他出来。嗯。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排场。赌赌就漏了万梓良，有没有？那彩排的时候呢？哇，大家兴高采烈，那就看万梓良一个人的郁郁寡欢。后来万梓良透过经纪人跟我们沟通说，那个 Aaron 他都有 Jeep 啊，那那个周慧敏 Vivian 啊，想皮艇啊，那我万科什么都没有哦。然后呢？怎么办？紧急联络那个指挥官。背包客金门行，金曲歌王来相挺。少年呢？六。哎，刚看到南部罗志祥。喂，哎，你是那个？你哪家品系？你是那个？南部搞虾新搞。哎，这不是现哥吗？太高兴了！现哥。哇，大家兴高采烈，那就看万梓良一个人的郁郁寡欢。后来万梓良透过经纪人跟我们沟通说，那个 Aaron 他都有 Jeep 啊，那那个周慧敏 Vivian 啊，想皮艇啊，那我万哥什么都没有哦，然后呢怎么办？紧急联络那个指挥官，说能不能调20个阿兵哥，然后万梓良那个出场的时候呢，护卫着他，他们一起踢正步这样。后来正式开演了嘛，哇，那个郭富城就有吉普车啊，周慧敏橡皮艇，然后介绍万梓良的时候呢，那万梓良要从很远的地方踢正步过来才有气势嘛，那万梓良就踢，很雄壮威武这样子哦。结果呢，联络的时候呢出错，阿兵哥并不晓得这个时候要跟他会合。他结果没有阿兵哥，一个也没有。然后万梓良在漆黑的那个树下开始踢正步，自己想踢正步，踢了100公尺，真的假的？踢了。然后那个台下的指挥官，你看我看你说，哎、欸，
干嘛提正步啊？那过程中他都没有想要停下来吗？因为已经偷袭下去了。不让上台，好糗哦！到啦，哎，不得了了。金门特有的黄牛肉哦，黄牛肉是不是芹菜炒黄牛肉，大家知道哈，很多人来金门不是都会买牛肉干回去吗？金门牛肉很厉害，金门牛肉很厉害。来来来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我什么？要恭喜你，恭喜你新兵入伍嘛。新兵入伍啊？对啊。那我几岁还在新兵入伍？对啊对啊。它的牛肉有没有不错？它先腌过的，腌过以后然后再来炒，没错。而且它上面的青菜味还蛮清新的感觉。重点是我觉得它的肉质很嫩，它几乎是没有什么筋跟油分的感觉。没错没错，有的牛肉嚼半天嚼不烂，而且吃下去是滑的。嗯，它就是滑嫩滑嫩。它有像滑蛋牛肉那种感觉。对，嗯，好讲。味道快炒的，快炒杀虫。什么是杀虫？杀虫杀掉啊？杀虫。杀虫剂有杀虫，传说中的杀虫。这就是杀虫，这不是豆芽，这是杀虫。哎，我在副本上有看过，哎，有看过。是啊，那害你啊！杀虫，哎，有点像脆肠的感觉。嗯，我也要。有点像脆肠，吃吃吃，没有什么味道，没什么味道，它味道都来自于那个青菜的味道，而且它炒的过程中都吸的蛮吸水的。哦，好脆哦。很脆，很像脆肠的感觉，哎，蛮好吃的。这个也是金门才吃得到啊！哦，对啊，吃出来了。这个是蚵仔煎，蚵仔煎。那金门的做法不一样，它就是蚵仔炒蛋。哦，这样有点像菜包的那样炒，炒大片的那样。没错，一般我们上面炒菜包嘛，炒菜包蚵仔蛋，它这个蚵仔也是石蚵啊，九蚵啊，九蚵啊。对对对。耶，终于可以。而且哇，它里面的青菜放很多哎，我一见好吃，厉害哦。但可是它的做法有点像海鲜煎饼的感觉。有一点那个韩式的，像韩式煎饼那种 feel 在里面，再沾那个酱就更香。嗯，它一口里面好多颗哦，很多颗啊，超大颗啊，好吃好吃。金家店介绍还不错。对呀，真的你算罩得住哎。当然哦，你算罩得住。有金门最有名的庙口美食水晶冰卷，哇，你看好透光哦。所以是水晶啊。好透哦。哇，好有弹性啊。甜的。它那个海鲜那种原本它那个海味，那种咸味就直接在里面。还在。它那个渔民嘛，有没有海在那个海上，然后很捞啊，很捞啊。对对对。哇，你看它这个鸡肉的那个线条跟那个纹路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有没有？嗯嗯。哇塞，天哪，好爽。你上次来金门是干嘛？金门第一家全联，我是在这边当剪彩嘉宾。哦，好。第一家全联，第一家全联，还是当开场剪彩嘉宾啊？两三年前哦，两三年前了。啊，盛大哥，你第一次来金门干嘛？采访，采访，采访八二三炮战。那时候做记者，八二三炮战也不是。采访什么？很难得到金门来一趟，到金门就到处采访采访。嗯嗯。好。请干什么？干嘛？坐下来。干什么？你是被鬼附身吗？你们吃饭吃的好好的，起立什么？你没有病吗？你我刚刚抬头看到那个长官的坐车开过去，开着长官坐车下午，是我们的将军啊！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请。金门县还有这一套。坐下。没事没事，对，因为长官就开回来了。长官，哎啊，我们这样穿上部队衣服在那边吃饭，会不会怎么样？会不会被记点还是怎么样？有司令在，我是司令在，没这意思。起立，干嘛？你们都起立了，对，起立，坐下。哦，司令嘛。哦，司令，司令，司令，坐下。无聊。对，吃饭。哎，你来，搞什么东西？来来，哎，按两张床怎么睡啊？我看到这样子好了，二老已经住下面了。二老对，因为你知道二老有时候如果我是司令，他又是值日官，对呀，尿，他有时候很频尿，有时候地震又逃比较快。那你们两个讲不出好话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楼梯上面还有阁楼。
然后阁楼上面还有一间。好了啦，没有跟你开玩笑的啦，上面有两间呐。哎，注意，哎，准备就寝了，各位弟兄晚安。连胜长官晚安，各位弟兄晚安。帮你安排好了，那个桌子上面有一，对呀、啊，你不是喉咙在痛吗？好恐怖！好恐怖呀！那好，阿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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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，阿妈你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打扰啦。哎哎，阿们有人来滴嘞。那是坐骨神经痛，椎间盘移位，肢体痛痛，请卡。扣吧扣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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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讲啊，十八铜人最讨厌人家对他做什么事情，做什么事情，就是掀他的裤子。不要不要，不能播不能播，不要不要，行吗？